不仅不知悔改，还敢继续残害同门，害不害？差你一个！ 三年都不放，我是说你顽强呢，还是说你命大呢？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想怎么杀我。你想死吗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今日你若是杀不了我，明日我便杀了你们！啊！ 我们正有此意。既然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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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
为了取你的命，原来你也是魔族，你竟和重紫勾结在一起，难怪你们就是一伙的。一早我师父就发现重紫有问题，可他竟然一点马脚都没露出来，瞒骗了陆角，骗了我们所有人。那你呢？你带着玉桥来这儿欺辱重紫是何居心？我本不想杀你，但现在看来是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儿。你敢杀我？有何不敢？我可是人间的九公主，我是仙女的师母，黑暗永远不会战胜光明的。在此遇难，仙女的血岂不会放过你？可惜了，你这些豪言壮语已经没有人能听见了。我不怕死，南华定会为我报仇的，我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没能亲手杀掉重紫。可是我就算死，我也绝不会死在你们魔族手里。